我是来自台湾的高级总监陈柏霖，我毕业于中山大学资管研究所，一生的职业工作大部分都在互联网科技的应用，曾任台湾 IBM 公司的专案经理，那目前是上海遥讯网络的科技负责人，很荣幸选择了我们全球最好的泰赫兹健康产业集团，现在晋升为高级总监。在2019年的7月，有幸跟着全球一号梁董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大家长严董。在深圳罗湖的公司，严董细心地跟我们解说泰赫兹水仪的功能。而我呢，是读到研究所，可是也是在当时才第一次听到泰赫兹的名词，看到了公司从赫兹的技术到泰赫兹的技术，已经帮助了很多内地的朋友重拾健康，像是尿毒症，还有红斑狼疮，还有乳癌的见证，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撼。一台小小的仪器，居然可以把水变成最小的分子水，让人喝下去之后，可以改善许多人的慢性疾病，甚至重症者也可以慢慢恢复健康。这样我就想要赶快把仪器带回家给我妈妈用，因为我妈妈的肾脏一直很不好。当时在19年的时候，医生也跟我妈妈说，肾指数如果再下降，可能要去洗肾了。那很庆幸有这台仪器哦。那妈妈自从喝了泰赫兹水到现在，肾指数都没有恶化，那也不用再去洗肾。那我自己之前也有肝指数很高的问题，现在我的肝指数都是正常，体重也下降了快10公斤。我很开心，自己及家人的健康都得到了改善，因为有了自家的好转见证。我开始有信心来推广我们的仪器，跟着001梁董送好水、送爱心、送健康、送财富，以及公司严董的水布施文化，开始把仪器分享给我的朋友，并陆续在台湾的北中南各地举行分享会。我高雄的朋友乐哥中风，喝了我们泰厄兹好水，3个月后都改善，可以正常的走路了，而且三高的问题都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。台北的朋友金姐，苏慧老师，相信很多人都在线上听过她的课程。她现在也是高级经理了。之前她的哥哥也是3度中风，在喝了我们的泰赫兹好水，3个月后也完全的改善。去医院检查得到的报告都非常的正常，我们都非常的开心。所以我就开始跟金姐讲，我们把这个仪器制作出的好水，再把它发扬出去，给更多的朋友知道。我们陆续开办了好几场的小型会议，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们感召了几位领导跟我们一起运行水布施文化。就这样，因为泰厄兹好水跟很多新的朋友结了善缘，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大，很多优秀的领导开始投入送好水、送爱心、送健康的行列。很多家人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婆婆妈妈，都没有什么销售经验，但是他们业绩都是最好的。我总结了一下原因，就是因为公司的水布施文化太好了，因为他们不会讲产品，就是不断的送好水给他们周遭的朋友们，效果产生的效益，只要喝了我们泰厄兹好水的朋友们，很多症状都会慢慢的改善，自然而然就会请一台仪器回去，让自己还有家人们都可以得到健康的身体。520真善美系统是从零开始，到现在全球已经近8000的团队。闪下会员已经遍及20多个国家，公司未来的计划目标就是让1亿家庭都能够使用泰赫兹仪器，帮助更多的人。相信在全球一号梁董的带领下，秉持严董倡导的水布施文化，泰厄兹集团强大的产品线及见贤商学院天网、地网、人网的培训系统，让现在全体泰赫兹万人团队的基础上，从现在开始全球大爆单。很快就能达成上亿的目标。最后用严董勉励我们的一段话来结尾：我们全家人都健康，就是我们最大的福。0096泰厄兹水让我们的细胞吸收了满满的能量。一个人有了能量，福报就会跟着来。当我们用泰厄兹能量水，让家人还有朋友们的健康都好起来，许多福报就来了。我庆幸选择了泰厄兹健康产业的项目，让我收获了满满的福报，感恩严董，感恩泰厄一集团，感恩001梁董无私的付出与带领，
感恩所有泰赫兹家人们，就让我们一起携手达到顶峰，共创真善美的完美境界。谢谢。